被誉为亮学五台山的前艺人蓝洁瑛，日前被绑在独居的赤柱公屋身亡，终年55岁。一直未能联络上的包姐蓝洁瑛，尤其今早的西环与多利亚公众猎房认识见最后一面，约8点左右，一名疑似是蓝洁瑛包姐的女士，身穿显色风雨戴帽黑超级口罩，由一名黑衣女士陪同到达上职，其后她入内办理手续，全程回避镜头。